你在干嘛？帮老妈件事，只要你能抓到你爸喝酒，允许你玩一个月游戏。没有，学习呢，好好学习，别耍花样。啊，这是我请的家教。是吗？杨叔，你怀疑我？你能免费帮助杨毅学习，我怎么能怀疑你呢？不怀疑。杨哥，麻烦点了。我爸没有私房钱，没法请客，你自费吧。不用担心，我要亲自下厨，犒劳学霸。来，尝尝我的手艺。杨叔，您平日里教导杨哥辛苦了，我陪您喝一杯。你是想让我去当家教，与杨叔喝酒？这不好了。您放心，小哥绝对不碍事。干！杨洋，你还想骗我？他给你辅导功课，还带了酒。可见是个酒文化爱好者，可刚才他却不知道倒酒要八分，酒都满出来了，而且作为晚辈，敬酒的时候把杯子都举到天上去了。他是你雇用来引诱喝酒的吧？演技也太差了。啊，这都是我妈让做的。孩儿他妈想抓我偷喝酒，门儿都没有。据我了解，我爸特别讨厌噪音，一听见就会躲远。这该不会是调虎离山计吧？还敢偷玩游戏，回学习去。这声音有问题。5号楼2单元302。爸，我出门买些资料。你竟然要偷喝酒，你是谁？又想骗你老子，没门。你是谁？娘娘今天怎么衣服这么显眼，一点反侦查也不做，不会有诈吧？老王，你过来一趟。你是谁？手机没收，不准出门，我看还能耍什么花样。那我看电视总行了吧？电视也不能看，进去学习。老王，帮我去买瓶酒。老杨真的买到了，把酒里里外外都检查一遍，看看有没有问题。没问题。那多给我带几瓶，这个活动每人限量一瓶，这瓶我要了。老王，这瓶是我委托你买，你怎么还偷吞呢？这个好东西，看来必须我亲自去买。偷玩游戏，爸，这是我妈给的奖励，光奖励，举报你的奖励。有人偷拍，难道说那个广告？大家酒局的钱我会给你们补的，每人限量一瓶，咱们夫妇亲自来。哼，你错了，这酒并不是我，而是老王委托我买。老王，给我发一条委托我买酒的信息，我只是帮同事代购。谁说要抓你偷喝酒？我妈让抓的不是偷喝酒，而是私房钱。那你还假装查我喝酒？只有当你以为我们的目的是追查你偷喝酒时，你对私房钱的警惕性才会降低。为此，我还和老妈伪造了聊天记录，故意送到你手上。你卑鄙！可最终是我赢了。